艘成员世勋日前偷偷加入粉丝私下的聊天室，没想到却被当作骗子，遭到粉丝踢出群组。世勋在聊天室开口打招呼后，粉丝们却怀疑不是本尊，要他发几张自拍确认。虽然世勋为了证明自己也乖乖上传了自拍照，但由于和他先前发在另一个聊天室的照片太过相像，粉丝压根不相信他就是本人。世勋为此半开玩笑生气地说，真的是我啊，不幸的人就出去，没想到却被群起围攻，纷纷回应骗子滚出群组，最后还真的被退出。直到粉丝反应过来后，才发现刚刚出现的真的是偶像本人，让不少网友吓坏，后悔也来不及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